大家好，我是王浩源。废话不多说，现在就为大家带来《海贼漫画979话第二弹的情况内容。凯多告诉凌空六子，如果找到他的儿子，就给他们挑战大看板位置的机会。从这句话的情况来看，凌空六子可能就是真的找到了凯多的儿子。而且在这句话剧情中，我们也将得知凯多儿子的名字。而普兹普和佐佐木这两位原海贼团船长组的成员，也已经做好准备来挑战大看板。大猫已经化好妆，穿着和服，烂眼睛的进入了宴会现场。而凯多则准备让凌空六子挑战大看板的对决游戏直接在宴会上进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四方大妈见识一番他旗下凌空六子不再参加战力之下的力量。这也是凯多为什么会特意召集所有凌空六子的又一个原因。凯多一方也再次强调，如果挑战成功，那那位获胜的凌空六子就真的可以取代大看板的位置。在宴会现场，巨大的麻麻者们似乎是终于完全现身，而且他们还准备将一件非常重要的贡品献给凯多。而在这一话剧情中，坦山为什么没有来到鬼之岛向凯多汇报的原因也被进一步的说明。原来他是带着桃之助直接前去要找到和杀死光玉田的女儿光玉日和。好了，本期情报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宏源，我们下期再见。